那最近一段时间，行情走的相对来说不如5月份啊，但是我们整体上最近交易的状况还是不错的。那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，我们从6月份开始到现在我们有整体的持仓的状况啊，现在的浮动盈利大概是2万多。那目前在6月份的时候，整体上形成了大约6172澳币的一个盈利啊，这是我们最近在这一段时间上喊单的一个盈利的绩效。